在河北的怀抱中，蕴藏着一座宁静而神秘的山峰，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历史文化的沉淀交相辉映。踏入旧峰山，沉浸在静谧的山林中，仿佛置身幽静的森林王国，溪水潺潺，鸟语花香，一切尘世烦扰都在此刻消失殆尽，与大自然亲密接触，感受生命的奇迹与永恒的美好。登顶旧峰山，眺望群山绵延，云雾缭绕，景色壮丽无比。站在山巅，感受风的呼唤，云的拥抱，心灵得以自由飞翔。这一刻，你是山峰的王者，俯瞰万物，感受生命的无限可能。旧峰山不仅是自然的奇迹，更是历史文化的见证。寺庙古刹、碑刻石碑，记录着古人的智慧与勇气，述说着岁月的沧桑与变迁。在这里，与历史对话，感受文化的底蕴，领略人文的魅力。